二媳妇，你饿不饿呀？饿了，妈，你去做饭呗。我不去。你不去做，那我也不去做，都饿着呗。要不再睁开一下？李发，你有没有做媳妇的样子呀？饭也不做。儿媳妇怎么了？儿媳妇就得做饭呀。我天天做饭，我就一天不做饭怎么了？我今天就不做。做个饭怎么了？做个饭就把你累着了？你不做饭难道让我这个婆婆做呀？做个饭怎么了？做饭就是累。你要是觉得不累呀，你做。婆婆怎么了？我在家呀也是我爸妈的小宝贝，我妈都不舍得让我做饭。哎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怎么回事？说到什么呢？你觉得媳妇儿连饭都不愿意做，那天天都是我做饭，我就今天一天不做饭怎么了？那你怎么不做？哎呦，两位主动，我做还不行吗？看见没，还是自家的儿子比这勤劳的媳妇儿强。那我老公他上一天的班了，那他不累吗？哎呀，没事，就一顿饭而已，我不累。还是我儿子孝顺。什么？你还想吃红烧肉呀？我老公就不给你做。你还想吃麻婆豆腐？我儿子呀就不给你做。我老公呀肯定做我最爱吃的酸菜鱼。我看你啊又酸又菜又多余。都做都做，红烧肉、麻婆豆腐、酸菜鱼我都做。哼，看在我儿子的份上呀，不跟你计较了，回房间休息喽。哼，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呀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了。